好无聊。可惜不惊喜。啊，无聊到要死掉了。阿图好无聊哦。走，我们去一个好吃、好拍、好棒棒的地方。我准备好了。好。机车，我怕它大。那个比较亮眼。啊什么？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你要不要先问？你手机充饱电了吗？有啊。那你也带行动电源吗？非常好。太大，你手机没电。你是不是假的？嗯。完美摄影棚 Pocky 联名展，哇，姚姐，你看那个，帮我拍照，有吗？好像来到大阪哦。还有更厉害的。对啊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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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。很红的虚拟偶像啊，虎尼奥利斯。虎尼奥利斯，虎。我要跟我拍照。虎。谢谢。看。哦。可爱哦。嗯。啊！你有才，快点，我快救到你。你啊！我救到你，我救到你。下面帮我写一个油画侠，可以。为什么？我刚刚是这个样子吗？很美吧？王佑杰，王佑杰，出来哦！喂，王佑杰，你很幼稚哎，你几岁啊你？出来。那我三岁。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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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我。看起来很笨。一二三，看得到我拿球丢你吗？没有。哇，你是真的好看，打卡，这里真是打卡圣地耶。OK， 快点按赞，快点按赞。我和黄月杰要去大阪了。黄月杰。穿这一件很可爱，快点！可爱是可笑。可爱，快点！你穿，我帮你拍照。哎呦，我来来，我要给你拍，我要给你拍。一二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干嘛？你不穿吸血魔脚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好啦，你站好。我好害怕。哎，你在我那个口袋左边，帮我拿一下手机。没有手机啊，就这个而已啊。哦天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哦对啊，什么？台北大阪机票，我们去大阪，真的很假的，哎，好可怕！嗨，我是佩佩，黄佑杰嘞，他不见了，黄姐出来哦。你觉得你今天很好吗？你今天有没有棒棒？你说我本人还是说？当然是距离啊。你对于女男生就是男朋友帮女生拿包包这件事，而且男生拿了也不好看，真的。不要，那我看起来嘴脸一定很讨厌。没关系，帮我打马赛克。不要觉得这是贴心，这真的不是贴心，因为我这个人不太说话。私底下，对，我不太喜欢说话，所以很多事情我就会觉得看不出来。你每次录花絮都话超多的。你也很会聊。我没有啊，我都是在哦哦是哦。你胡扯，你现在给我掉出来看。
不要用，这不要用，讲了一点不能用。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